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三 Q 台语小教室，我是三 Q 陈碧薇。哎，你好，我是赖平玉。我这边在讲台语。就好快，就水耶。化妆化了袂歹，话讲做妖娇的啊，美丽嘛有特款叫真美丽，美丽，嘿，嗯，哦，所以有一条歌叫打扮的妖，哎，但是，对耶，但是那是母乳蛋的，哎，我真惊讶你穿的是古阿瓦特吗？是吗？牛仔外套怎么讲？古阿口，古阿瓦特，古阿瓦特，古阿瓦特，嘿，然后。T 恤有台语吗 ？T 恤的英译啊 ，T 恤的台语啊 ，T 恤啊，这叫什么啊？我蛮唔知。口，我怎样叫口？但是这算是什么裤子？黑色的口。黑色的口。我讲这叫台湾 rock 加迄个 Europe simple。台客摇滚加欧洲简约啦，其实我认为穿差是个性的这个。这个延伸呐、啊，拓展，所以其实你的个性安那的决定你的穿啥安那嘛。那我想有台湾的气质，然后呐有这个欧洲的这个文化的思想，我想这是咱会安尼穿菜原因，简单轻松。如果你若介意今仔日的内容，哦，欢迎邀请恁来订咱的这个 YouTube 哦，以及的来迄个 Fan Page 期待去。我觉得你看起来就很像是，我大概都会。不好意思。